哎，你别转坏了，我有点粘着。你在破坏道具是吧？可以。你在看啥？茄子，就喝完了茄子。一定要看他没接触那种。不好吃，换一个。肯定是不好吃。这个是真的买的法棍，也是可以吃的那个法棍。太硬了，特别硬啊！特别硬啊！法棍它就是这样。把道具弄坏了。可以咬不动。是帅的，哇，好帅！转这个，转那个，丁哥拍的呀。跳个风车吧，道具，道具小哥给道具风车。哎，道具老师，你上个道具给风下了。前嘴你，不是，就是要这样，就一起。看镜头啊，看镜头，好看的，好看的，来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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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学，我来学一下这个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是不是学习到了？我是不是学到了？是不是学到这个有点，不是你这个眼神，你不能带感情。怎么？你只是认识他，不要带感情。怎么没带感情？太了，我太忙了。不是，很奇怪，我知道，很真实。安静，不是，干啥？我哪呀？这哪跟啥？不是，我正常眼神。你往上翻，我哪张的眼神不是这样？老二在上面什么？我哪张的眼神不是这样的？当然不是这个样子。当然，要我当然。
你到底应该说消失了，说你只是认识他，你跟他并没有感情。这个衣服。这个可以可以，它圆的它都没有看它，你知道吗？就为就不用看它了。没关系，可以行，可以看打光吧。下一个场景，办公室场景，你可以这个自己设定这个。老师心心念念他的。你看你就没有错的快吧？还是挺难做的。它这有什么作用？你没发现我手上灵活了很多？你自己试着，你要拿着相机啊，你自己搓一搓，你让这个镜头前的。大家看呀，你搓是不是就不是特别的灵活，是吗？这搓脚的手的，年轻人太心浮气躁了啊！要静下来，我忍，慢慢来。没有钱，你感觉你拿着它，这个世界都安静了，好像一切都慢了下来，懂了吧？Thank you.